60레벨에 지금 저희 회사가 보면 테이프의 소통을 상당히 크게 强大的控风能力，不仅能制造梦境，还能操控。
我们跟他 Rachel 的第二位登场的是我们本次全新的角色哈利，非人相似，他是一个高冷的精灵游侠，他的属于一种就是喜欢打死鬼类型的近身风暴攻击的手法非常好，包括他的技能属性都非常的漂亮。他呢在我们的他们的背景故事呢是哈利是格兰蒂斯的高等异人种族的技师，会借由狂刃施展近身攻击，同时还可以拥有超高速的移动以及自由自在的飞行战斗模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PPT 内容，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哈利的高蓝表现。在格兰蒂斯沙漠的边陲，炽热太阳之宫艾利莫斯曾生活着一名叫卡蒂的孩子。卡蒂和温柔体贴的父亲，还有可爱的双胞胎妹妹拉莎，一起过着幸福的每一天。卡蒂儿时有一次与拉莎一同跑到领地外，深陷危险。当时是艾利莫斯的领主埃普西隆救了他们，姐妹俩便自那时开始敬重领主，梦想着加入埃普西隆亲卫队。自那天起，卡蒂和拉莎每天都一起修炼，而他们的努力最终也结出了硕果，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卡莉和拉莎幸福地生活着，开始怀揣起全新的梦想。直到那一夜，他们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悲剧开始于数十年前的某一天。生来便身份有别的两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天，可这个孩子长大了，完全可以代替塔莎的职责。难道这孩子就不能活得平凡安全一点吗？你带着孩子去找阿伦基斯，就说这是塔莎的孩子，塔莎曾经救了他的性命，我想他一定会出手救下这个孩子。你去做救生工具吧，今日我家中生了一对双胞胎，我再问你，那个变异人做什么？携手糕点师甘蒂，
非常感谢大家那个刚刚新版本的钥匙，哎，阿秋，阿秋，那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风铃法师。风铃法师，那我们有请我们的射手把我们的抽奖箱拿上来。现在就开始抽奖。
春天美好呀。
后我就说这个先淘汰了，他多说了好多次，然后来，我们先到旁边去休息一下。对，不行，只能一个字，所以你先到旁边去，你先到旁边去，你们继续。76号，176号，来上台，恭喜你！要拿着自己的号码牌上来了。对，
没有的话，下一个。第一位是018，
要办什么？幺幺三。是144有吗？120。123。103。182。159。
们要根据这个触感，一瞬之间的触感，还有一些气息，就比如说我们强大的过程，我们的团长自带那个特效的感觉，猜出他是谁，猜对的他就拿机票，猜错的我们就让 boss 小我哥哥小姐表演个节目好了，这样行不行？好，我们来往前站一点，我们往前站点，宝贝往前站一点，你们要听好啊，就是马上被猜出来是要表演节目的，你们稍微长点长点心啊，加油，别让他们发现是谁拍的，好不好？那要是猜错了就让他们表演节目了。好呀、啊、真的全部都猜错就是他们在表演节目，如果有两个同时猜出来我们再加赛一轮好了，好就这样行吧，不要再在一起，你们不能回头看，不能回头看大家先监督啊，如果我们谁回头看的话要举报，举报有奖哦。然后我们倒数五个数，然后大家就一个个被抓。对，你不对，我的意思是他们一个一个的，然后你们就同时进行。你们上来跑一下，谁拍谁？需要好多时间吗？对。你们讨论一下，谁拍谁。
先留步一下，卡莉跟阿修留步一下，来留步一下，我们其他的先下台休息一下。阿修先帮我们那个拿下我们的抽奖箱，我们卡莉来为大家来抽个大奖好了。因为我们春秋这么给力，给我们送了两张机票，那么我们作为冒险党，中年骑士日大快乐，怎么可以不送出礼物呢？对不对？所以你要亲自送。对对对。我们的卡莉这盘会为大家抽取一位直接抽我们30厘米手办的特别大奖，大家心动不？听到没有？这个这么严肃的任务，快洗个手！来来，我准备好了，来准备，一位大家准备好哦，看好自己的号码牌，我们今天重磅手办的大奖。期待，最后我们让我们的所有冒险党、破产党和队员上台。
103冒险岛展区，另外还有很多关于春秋和冒险岛的活动都会在我们的展台区与大家相见。非常感谢爷爷夏日带来的讯息，在广州萤火虫下来年再见，谢谢大家，感谢。好了好了，活动结束。然后我这边没有抽中任何奖励，就这样吧。Yeah.